大家好，我是默克生，这是呼和浩特宽巷子的一家百年老店，里面有各种小吃，馓子、麻花，包括这种油茶，我还没吃过，准确的说是喝过，有机会买点尝尝。他这边还有八宝饭，这个是我比较喜爱的，有红糖的，有白糖的，先买点他这个红糖的。这边是一家卖咸菜的，一进来好有感觉啊，那种扑鼻的咸菜味儿。去过的人啊，应该都知道，这种味道呢，使人味觉大开，也就是说会流口水的。看看，光看着就好喜欢啊。不过这东西不能多吃，就是早餐喝稀饭可以吃一点。下面隆重推出一下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当地人叫干点儿，它里面是中空的，然后有一些红糖，好像是，味道非常不错，4块钱一个，大家觉得贵吗？我第一次买这东西，听本地人说这叫西果干儿。好了，这板筋和腰都上来了，可以开吃开喝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喝这个西果干啊，味道真不错，冰凉的，然后里面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，反正喝到嘴里。这里边呢就说是杏干、葡萄干、柿子干，啊，喝下去确实有那种感觉。好，羊肉串上来喽。他们家板筋烤得不错，那么好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